继续堂设置七间小型研讨室，可提供课业讨论、心得分享等知识交流环境，依不同需求可容纳8到16人。研讨室的借用方式可上网至逢甲大学校务资讯应用服务网预约借用，或亲洽资讯服务台办理现场借用。服务台并备有笔记型电脑与平板电脑，可供同学借用。研讨室门口设置门禁管制，在借用时间抵达研讨室时，借用人与系统上登录之共同使用者，可直接以学生证或教职员证刷卡进入研讨室。插卡后可自动开启研讨室内的设备电源，冷气开关、电灯开关、断电时的紧急开门钮。研讨室内禁止携带食物及饮料进入。其中四间的研讨室是使用55寸液晶显示器做投影，其内部的设备有液晶显示器、白板、白板笔、板擦、遥控器跟投影讯号线。投影时请将笔记型电脑连接讯号线。打开显示器，讯号源请维持在 HDMI 1，按下 OK 键即可全萤幕投影。另外有三间研讨室是用单枪做投影，内部的设备有单枪、布幕、白板、白板笔、板擦、单枪及布幕的遥控器及投影讯号线。投影前先使用遥控器将布幕放下，再将投影讯号线连接至电脑上，再使用单枪遥控器打开投影机即可投影。如果要使用 iPad 或 Mac 笔电投影，请洽询资讯服务台借用讯号转接线。使用完毕后，请按单枪遥控器电源开关2次，关闭电源并将布幕上升。如笔记型电脑无法投影时，请用电脑的开始、所有程式、附属应用程式连接到投影机，同步显示即可投影。使用完毕后关闭显示器，并保持室内清洁及座椅整齐。最后离开前别忘了把卡片抽出，并且关闭电源。以上如有任何问题，请洽资讯服务台。